各位南大乡亲，大家好，我是欣欣怡，欢迎收看今仔日八月二十七号礼拜一的南投新闻。选举参选登记的第一天，民进党南投县长参选人洪国豪以及多位县议员参选人，做回前往选委会登记。洪国豪并且化身为潜在魔术师，来替家己的政见做宣传，包括交通、国际观光以及新农业等五大面向，希望带领南投来进步。南投县长参选人洪国豪，伫太太一个立委蔡培慧等人的陪同之下，坐上悠闲的车队，为草屯出发，沿着市区甲中兴新村遮个所在，准备前往着双屿会进行登记。伫真侪支持者高调未来加油之下，洪国豪一个多位县议员参选人化身为魔术师，做来画着口号为政见做宣传。伊所提出的金融三四五。哦，南投一定大进步，吼、哦，有大主轴，这未来就是咱南投县要来改变，要来发展，最重要的这个政见哦，伫遮呢，嘛来拜托咱所有咱遮国民，甲国好支持，给我这个机会来为大家服务。洪国豪除了提出着伊的政见，另外讲到南部这边的灾情，伊嘛表示，现在气候正无正常，灾害一直来发生。未来农业政策会来加强做种植甲水土保持这工作，并且利用着智慧农业，稳定着蔬果的品质甲产量。治山防洪这非常重要，让咱的灾害有减少吼。当然这可能着咱来考量着未来这个洪水的频率哦，比如讲洪水频率，咱一般拢。伫五十年，是讲八十年哦，咱未来是不是爱搁提高伊这防这个防洪的一个洪水频率，好咱呢未来呢这个好大雨也当来先这个洪水先泄。洪国豪加油！洪国豪加油！另外包括着县议员张伟华、洪明科，以及拍算中华炮队六个乡长黄东河等人，嘛拢选伫第一天来完成登记。记者林明新采报道。